不用说，鲁华输了。那天也真是邪了，十把牌没翻上，以前的家中钱全给人搂走了。哎，他是瞒着他爹娘偷出来的，这回去咋交代呀？赌博皇后现在成了光屁股皇后了。哎，等等，大哥，干什么？咱们再赌一把，就一把。钱都没了，你还拿什么赌啊？赌我可以吗？怎么个赌法？我赢了，9000块钱就归我。你赢了，我就随你了。你坐正啊，说话要算话。如花，你发牌吧。先叫的是卢花，后来叫的是鱼贩子。我冲进舱子一看呢，我吓坏了。鱼贩子满脸是血，死掉了，是卢花用斧头劈的。后来这人是怎么处理掉的？我帮他沉到湖底了。当然了，不是白干的。这么说，老百姓中间传说的都是真的了？我当时真是鬼迷心窍了。打那以后，经常用各种理由去找卢花，也许为了躲我吧。卢花离开村子走了，2年后他突然回来了，身边多了个男人。说的是月童吗？对，他们是回来成亲的。你做了什么？就在卢花要回城的头天晚上，我假装喝醉酒，我把和卢花的事儿当面告诉月童了。王八羔子，妈的，你他妈还是人吗？你知道我现在想干什么吗？我他妈想拧断你的脖子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就成全我了，这是我多年的梦想。我入花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。我的好大叔，怎么你想死啊？哎呀，天下有这么好的事情吗？听说你儿子在省城混得不错呀，还有你的儿媳妇小孙子，长得非常可爱。我的好大叔啊，你可不能死啊，我还想好好的孝敬孝敬您呢。陆花，你到底想让我干啥？我干啥都行。活着，我让你怎么活你就怎么活。陆花，我求求你了，陆花，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啊。麻药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把他的腿骨砸碎了，阉了。下手要轻点，千万别把我的大叔给弄疼了。啊！
人家对我太好了，每个月让我领着基本生活补贴，再忙也要来看我，或者让我去看他。为什么？人家说，再烦心的事，只要看到我，就没有了。赵副市长，这茶呀不太好，您呐就将就点吧。啊，啊，最近胡锡和你们关系处得怎么样？啊，事儿啊也没啥大事儿，还行吧。还行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咋说呢？就是老辈儿上攒下来的恩恩怨怨，这结起来呢也不太容易。哎呀，大伙儿呢互相就迁就点儿，哎，时间长了就好了。啊，芦花呢？他最近在忙什么？我不知道呀，他又没说。赵副市长，要不我把他喊过来，你看怎么样？好，去吧。来，进来。好。快，把他拖进屋里关起来。华姐，干脆做掉他算了。算了吧。就随他去吧。怎么还没来？头，听着，现在还是没动静，文迪还没出来呢。
事吗？握着我的手好吗？你感觉还好吗？瞎说，不要说了好吗？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，可是老爷说不出口。你说吧，文迪。你不生我的气？怎么会呢？高兴的，太好了。一号，请注意，你告诉大家，寻找堵截张副市长的车，手术吗？说要看看他，来人接走了。哎呀，坏了！
停住！都给我停住！快，叫蓝启蒙！船上的人听着，你们已被包围，放下武器，争取宽大处理。船上的人听着，你们已被包围，放下武器，争取宽大处理。五花，我们已经被包围了，快背靠背。在你手里，这是你最坚硬的盾牌。可是你错了，你应该了解我。我是了解你，可是现在最需要的是解决你我之间所面临的问题。你有这种讨价还价的资格吗？哼，不要太冲动了。上局长，你说我有没有这种资格呢？蓝水鱼，你说吧。只要你有诚意，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。哼，哥，当领导的就是比你有水平，这个降不得。举着那玩意儿不累吗？其实你们不敢打，我也轻易不敢开。为什么不把枪放下呢？让我们心平气和地谈一谈。听他的，正道。哥，你应该理解的，你应该明白，这肯定是我万不得已的下策，我只能这么赌了。因为我太知道你是什么人了。不要让了，直说吧。放我们走，我不会伤秘密一根毫毛的。我要是不答应呢？那就别怪我。如花，什么也不要说了，请你做件事，算我求你也行。你说。你抱着秘密抽出他嘴里的毛巾，我有话跟他说。行，哥，你跟他啰嗦什么啊？就一句话，放不放我们走，不就完了吗？给我，啊，你住嘴！说几句话，秘密。爸爸和妈妈生了你，给了你生命，可爸爸很少关心你。爸爸现在真想给你过个生日。爸爸，尽管过你，骂过你，可那不是爸爸不爱你，你懂吗？明明，爸爸没有别的，爸爸给你磕个头。听着，鲁花，如果我不是警察，我可以跪到你的面前，哪怕是把命交给你，
只要能换回我的女儿，我心甘情愿。可今天不行，为了金虎的安宁，为了金虎人不再受到伤害，我陆正涛今天把我女儿，把我孩子搭上了。如花，来吧！正涛，局长你别管，让他开枪，让他杀吧，开枪啊！你杀吧，你开枪了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妈妈，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吧？啊，拼了！芦花，杀了这个小杂种，开枪了，开枪，杀了他，快！啊！可是他还是个孩子。花姐，为什么？他是个孩子。啊！传下话去，千万稳住。有转机了。是，你听着，蓝水衣，我不管你的过去，更无法决定你的未来，可有一点我懂，你是做过母亲的人，你应该能明白一个父亲的心情。你可以答应我一个条件吗？你说。让你们的人往后撤一撤，你一个人过来陪我说会儿话。答应他。你还犹豫什么？顶上的人都过来，腾给郑涛。大妈，大妈，大妈，您怎么不听劝呢？你们说我什么都行，医生，可人今天是必须要见的。大妈，人家不是说了，我身体好了，能动了，叶主任，我可以见他了。您不是愿意尊重人家的意愿吗？你们怎么就不会替我想想呢？这么大的恩德，我连人都不知道是谁，这心里能安生吗？抱他，现在我是做不到，可以跟人家说声谢谢呀。我这么大年纪，从来不骗人。请你转告恩人，这一面我必须要见，不然的话，我真的要放弃治疗了。大妈，你好可怜。你错了，哥，我没什么好可怜的。事已至此，你何必要给自己撑这个架子呢？记得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，一起讨论过路将来怎么走，我和你一块帮着想，想了很多，就是没有想到现在的路，可你偏偏走上了，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。难道是我不想和月童好好过吗？不是的，我做过无数次的努力，我也想用我的善良和贤惠来弥补我的失身过错。
我也曾经是个好女人，和天下所有的女人一样，我也想嫁个好男人，就这么平平稳稳的生活，那我就很知足了。在婚后的那段日子里，我曾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。我太爱你了。可是仅仅一个月，不知什么原因，月头突然变了，变得那么残忍，那么可怕。我知道一定是那个老畜生想长期霸占我，在月头那儿做了什么手脚。你是世界上最烂最脏的女人，你给我滚，滚！领导放心，我们村干部绝对不廉洁。你告诉月童的吧。你怎么成母老虎了？都是你们这些畜生逼的！哼！开始我还对月童抱有幻想，希望他能回心转意，可那个人面兽心的畜生想尽办法折磨我，摧残我。他看我的每一个眼神，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带着恶毒和仇恨。我的忍耐和善良助长了月童的邪恶，我对月童的幻想彻底破灭了。那是你的不幸，不是你的过错。我吸过毒，我想到过自杀，我心里永远也摆脱不了月童和那个老畜生对我的伤害。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我与其被人欺负，我干嘛不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走？于是我就想到了复仇，我就想到我要享受复仇的快乐，我要让他活着不如死了的好。你错了，你又错了。我错在哪里？我错在哪里？你说呀你。如花，人的心是块地，看你在上面种什么。种上善，你的收获将是宽宏和善良；种上恶，你的收获将是……你是说让我对卑鄙和耻辱加以宽容，逆来顺受？我指的是惩罚的方式。我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。你以为你是谁，鲁花？正义之剑吗？我告诉你，月童的事我可以理解，可惠武浩怎么解释？不像你交保护费对你的生意构成了威胁，就应该遭到灭门之祸吗？你对小宝我相信是真的，可狗蛋的死怎么解释？你想过没有，水生的感受和你是一样的。还有，好了，你别说了，你别说了。如果人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治愈，社会需要规范，否则的话人就会变成畜生。以恶止恶，那结果将会是什么？好，那我问你，问你几句话。如果我狠定了心不放秘密，你会开枪吗？会的。宁可秘密死，你舍得？那要看为什么。秘密对我当然太重要，给他命我都舍得。可是要和除掉你这个人相比较，我再搭上我这个人也值了。你说这话也太没人情味了吧。人情味这三个字你配说？鲁花，你看看这前后的五条船，看看我的同事和上司，他们手里拿着是什么？是烧火棍吗？不是，他们在那里默默的等候，那么耐心，他们在等什么呢？他们是在等你和我在这里说话。我们没有人情味吗，如花？我们有。
哥，你别再说了，我真是恶有恶报，既然报应到了，我也该随我的儿子一块儿去了。哥，请你答应我几件事。我死了以后，把我和我那可怜的儿子埋在一起，来年清明节的时候，我请你把我母亲的坟上去看看他们一见。芦花开了，对，白色的，白色芦花。可惜我不是白色的。哥，你为什么不成全我？自己对自己的惩罚。哥，你为什么不成全我？你应该成全我的。如果你该活下去，活到你该活到的时候。一点我敢说，这是目前我们所有同类手术中做得最好的。真的，小姐，我确实觉得很好。真的，这就好，妈，真是太好了，妈。哎，小姐，你怎么穿着病号服啊？你的病还没好吗？你哪儿不舒服啊？我大妈啊，您不是想见见您的恩人吗？是啊，是啊，小姐，正好你也在，咱们一块儿去。
走了，小杰，是你？是的，妈。傻孩子，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啊？你，妈，我是您的女儿，我是您的心头肉啊，妈。小杰，你傻呀你？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傻孩子？妈，我的傻孩子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还年轻啊，小姐。大娘，我找高杰出去说点事儿，行吗？行啊，去吧，去吧。妈，我走了。哎，你要保重身体啊。哎，妈，我走了。哎，知道了。这孩子今天怎么这么啰嗦呀？我去吧。